要贏取一啲媒體嘅關注或者有興趣寫你咧，你應該對一啲事有個 point of view 啊。就算你個 point of view 冇報導，但你平時同記者打交道，你有 point of view 咧，啲記者同中意同你打交道嘅嚇。咁、啊、你乜都唔講，就算 off the record 你又冇睇法，咁淨係話大家食餐飯飲下茶咁樣，其實就冇乜意思咯 ，keep 唔到嗰個關係嚇。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比较长的稿子，那当然是稿子长的话不代表说它内容不好，但是就是我们希望尽量可以写得更有吸引力，更 attractive 点，这样的话我们读得快，我们写得也比较快，我们消化的容易，比较容易消化。当我们的内容足够优质，能够对我们的用户产生价值，如果是内容发布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垂直的行业网站或者是一些财经网站，我们的内容就有机会被门户网站所转载。